下一集。 Boss， 蔡富来逃走了。银行的 ATM Eric Luke 是怎么入侵的？你的管理环节有漏洞，赶快把这个漏洞补起来。 Eric 就像一个定时炸弹，他知道了一些耀森总经理的秘密，这个处理可能真的只能交给李总。 Eric Luke， 你那边怎样？我这边 OK， 新加坡篇，明晚9点8频道，您也可以上 Togo 免费优先观看。本节目是由